此合影留念，我们留下这样一个难忘的瞬间。好的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前海深港创业者就带来了更多合作的机会，谢谢各位。我们现场的每位都是见证人，来，各位领导，我们留下一张难忘的瞬间，合影留念，大家可以稍往前一点。好，还靠前面，我建议大家伸出右手，为我们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点个赞。好，谢谢各位领导，谢谢台下落座。在这里有请我们深圳市科创委副主任李志远先生留步。来，李主任。好，接下来请。